先过。行政院是非常重视永续发展，啊，我们希望说台湾能够永续发展，那社会能够永续，那大家所种，大家的生命啊、财产都能够永续，田园都能永续。那永续发展的原则就是不要超生、超限利用，不要过度开发。那我是觉得说，我们现在。台湾很多县市，然后不只是南投，很多县市都有超限利用、过度开发这样的情形。那我们这次的灾害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有的是跟大自然争地，有的是跟旅游争地。那这样虽然能够得到一时的，所以一时也许能够得到几年的收成，那最后大地还是会反扑的，一反扑回来，那受害，比如生命啊、财产，好多都是啊，就是房屋被埋没，就田园被摧毁。我是觉得这样的话本来很不值得，还是要这个发展能够永续发展。所以我们很希望说，跟县政府、跟乡公所一起来合作，也是希望全民来合作，希望不要过度开发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国军官兵这边要电视机拍的，脏就开始拍，脏的所在不行。现在既然大学呀，一玻璃呀，辛苦了哈，阮只能做三工，这里咱宾利啊，兵，袂从咱的这广播的这有啥地方开始做了，到。大家长、吴县长，还有我们立法院蔡立委在这里表示感谢。这一次民都立灾害我们新义乡在整个。居民都已经到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在灾害路线的事前工作我们都已经做得了。减少到最低的伤害，再来，在我们这一次灾后抢救的工作，我们新义乡各界的机关都能全力配合，在最短的时间，已经各村都已经抢通了，只有剩下神木村、还有红湖村的统领，还有草坪头两个部落，还有潭南村，这四个点还没抢通，其余的都已经抢通了。在整个灾害工作的情形在书面资料我这边做很快的做一个报告。在第一个，在公共设施的损害情形紧急应变措施，民都立台风来袭造成本乡境内对外联络道路中断，简易自来水全部损坏，以及各地的电力也全部中断。我们目前办理的情形，本乡内的电力供应出神木村同里地区还没通过的气候都已经恢复了。现在开始在抢修水库自来水的部分。这一次的洪灾过后，本乡境内所有的道路台16线、台21线、口59线、口60线以及各村间的联络道路是全部中断的。经过这两三天的抢修以及基本电器超充的水以及沿路多处的摊方，所以在这一条路很管理局成功，因此从59线成为本乡出入，对有新乡村、罗纳村、望美村、龙富村、东湖村等。那边被门挡，还有我们这个下游，没有啊，对啊，不录取，他不录取，他不就一直没有在附近啊。
工作难度比较吃力一点。今天我工作的作业是现在在修这个楼道，我们在这次的灾害啊，水有溢出来，底下有几个居民都有被。进来吼，看过吼，就是安尼啦。啊，希望你即届来吼，会当解决你啦。会当解决，这未当解决。唔是，你别讲吼，下次现在搁啊大水来，后摆换上流力啦。你搁用人力呀来对抗大自然吼，安尼早就拢解决啦。你若继续，大家要以和争地吼。那一户，这好，那它大的哈，首先大水大的话就会，你看现在石头都堆在那边嘛，对，哦，这个当然现在不下雨啊，是可以疏浚，但是大水如果连续好几天，那根本来不及疏浚，它这个水会冲到那个槟榔那个那，不错的。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解决？你主要是以和争地就没有办法解决，就是说，是不是说我们快冲离，冲那个脚，它水就会冲掉。对啊，它就每次都这样冲，这样冲。啊，对对对，像撞球。所以你如果这个用这边一点突出来，然后冲在那边，哎，你的竖琴在那边呢，就会威胁到你的竖琴，就搞怪搞搞怪更好一点啊。啊，我来讲啊，唔是安尼个，是啊，啊眼前安尼。你感情当然我会当来做，但是你都要保佑讲，好雨大水无遐大啦，大水较大，像即款石头拢袂动伊啦。你爱怎了付啦？今年的大水比头水搁较大，是因为地层习惯起来。大水若大吼，像迄款石头爬过来这边拢无效啦。我是讲啦，啊无算话，话迄边较低哦，水会惊迄边强起来。我这个话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吼，治标的部分尽量来努力。但是你要治点的部分吼，最近发觉一个问题啦。你拢讲爱疏浚，疏浚我叫专家啦。以前的堤防，我哋做都解决，一错无够深。这水源无成问。你先嘛，我先嘛，你讲。这个准堤防啦，堤防，这个堤防要有基础。跟像咱我们建房子啊，要有基础。你先嘛，这个基础较早做无够深。你现在把这个挖深，刚好水来就掏空，整个堤防都崩掉。就会垮掉。高院长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，你要今天水保局有没有派人来？没有，这个现在都反正是大家都有经验人吼。这个你要派张工作赶工，请了，我们在专案来看吼，看一下先跟他吼，如果比较重视，如果要先做人啊，好，先做来研究一下哈。雨水像这一次那么大，一定再发生灾害，我可以铁口直断。而且以后的灾害是怎么发生的？你要看这个水的冲啊，这个跟撞球一样，你这个脚，它一定下一个一定冲到树。这个也是，你看，这个也是一直硬搭出来的，硬搭出来的。把它底下那个基础全部冲掉。它原来我们这种窗户还在有，外面还有人的耕作基地，现在的那个还有水从那个哦，它原来就有涵洞，有涵洞，那还管的。那个一个洞一个洞，那就是原来地底下有涵洞。对，我乡长这个把它弄好。阿弟拿安尼吼，这个路基吼。铁路机地基不好，要变哪处理？现在后背不来嘛，不冲。
那个可以像前面那样，像以前拉拉地嘛，对吧？没有电视过来的呀，看那些他跑呀，那回去当官。我喜欢陪这里去当卫生所那个东西。交通为了那一块那个有限的地，结果造成这边灾害这么多了。对啊，这边同步那边石木嘛，他说他们石木要好。我们学务主任，陈先生你好，欢迎。今天那里扣掉什么东西？现在是吧？还是你们这样子要去干嘛？好像行，我叫科长，我们同班同学。